上的智慧，也不是这世上有权有位将要败亡之人的智慧。我们讲的乃是从前所隐藏神奥秘的智慧，就是神在万世以前预定使我们得荣耀的。这智慧世上有权有位的人没有一个知道的，他们若知道，就不把荣耀的主钉在十字架上了。如经上所记，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事，眼睛未曾看见，耳朵未曾听见，人心也未曾想到的，只有神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。因为圣灵参透万事，就是神圣奥的事也参透了。除了在人里头的灵，谁知道人的事？像这样，除了神的灵，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。我们所领受的并不是世上的灵，乃是从神来的灵，叫我们能知道神开恩赐给